请问医生，我肝上有血管瘤，已经有9年了。上个月做 B 超显示比以前要大了，请问需要做手术吗？血管瘤是一种良性病变，它不可能癌变，不需要做手术。如果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并发症，有像，吞噬红细胞造成贫血，这需要我们处理。还有一部分血管瘤长的部位比较特殊，离大血管比较近，离肝门比较近。往往我们需要早期处理，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。